大家好，我是国际护理协会的副理事长尹作谦。从今年春天开始，我们就面临了 H1N1 新流感的威胁。政府现在已经为我们准备了1500万剂的疫苗为民众施打。面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，需要医疗及公共卫生体系全力以赴，护理人员更扮演着疫苗施打成功的关键角色。护理人员将秉持着南丁格尔的专业热忱参与这场战役，期盼全民共同配合。当您接获通知前往接种疫苗时，请给这些护理人员一个微笑，说一声谢谢，相信这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